嗨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美国的崔璀璨，进来这里就是正南宫的广场，而且非常的热闹。我们要不要直接走进去看看？那我们进去的关键是这个小卡片，就是证明我有打过第三剂疫苗。好，谢谢。这个是比较传统的，你如果要跟上妈祖绕境的话，就是要看的一个时间表。但是有一个大甲妈祖的 APP 就会有路线，它会告诉你你参加了参加的行程有百分之多少，总共要走300多公里，所以要能够到100%是非常难的。璀璨好，我带你了解一下我们大甲妈的这种台湾的文化。台湾是一个海岛嘛，她是一个海岛的女神，在台湾很多人80%都信仰妈祖，在台湾不管大小镇的妈祖都会出去绕境。是，那在我们大甲镇南宫要去绕境，第一要先来买这个令旗，令旗要写自己的名字，还有你家里的地址，那就是妈祖就派一个兵将保护你一路平安。很多人都现在准备这样再来祈拜，准备来拜拜，来给妈祖报告，说他要跟谁嫁妈祖，这个9天这个绕境。这里就是我们的弥勒团，这晚上都要跟着妈祖一起起驾啊。这个就是我们太子，这我们行动团，还有我们将军，这个是我们大甲镇南宫镇镇妈祖，这个是不能动。那再来这一尊带红彩球，这是梅州马子。那这一尊就是我们开机马子。那每年去绕境坐在神轿，就是我们这个驾罗马、护罗马，就是这两尊马子晚上要坐在神轿，9天8夜的绕境。这个整箱了，4个箱就好了。第一个箱就是那个天宫楼，再来就是这个，两份观音菩萨，神龙大帝，特别送你一点我们今年大奖啊，这个纪念帽，还有周边呢。对，谢谢，谢谢。还没有正式开始绕境，还没有走出来，在路上走一走，所以我以为会非常的，不那么热闹。那我们来看附近有什么好吃的，我们也来，有兴趣的来买买看。我本来看到这台车，我以为是那个消防队的车子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想说，哇，消防队都有特别设计这种车子来参加那个妈祖绕境。Oh no， 所以是在很后面了。这个是什么？你猜吗？等一下，怎么知道哪个是哪一个？它的内馅跟它的冰皮做的非常好吃。阿麦粉肠，可以买来送我北部的朋友。我从疫情开始就有听到很多台湾朋友跟我说，我很想要出国，什么时候可以出国？他们知道台湾就这么好。就是这么好旅游吗？如果你都没有来过那个妈祖绕境的话，那你出什么国？谢谢你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好，拜拜。